只眼都吓死，食牛扒啦！早晨，我哋而家去紧冲浪啦！今日嘅行程就系先去换车，跟住去冲浪，然后就可能会去食 steakhouse， 轻轻地嘅人。而家嚟到呢一个准备冲浪嘅地方啦，好靓啊呢度。然后而家已经成10:40啦，头先搞到好赶，系我劲蠢啦，我咧直接去个 surf club 嗰度，点知去到饭嗰度餐厅未开咯，跟住要再兜出嚟一转，跟住买早餐咯。应该讲得切啩？呢个系南瓜大啡菇芝士 pesto， 超正。咁你讲包嘅话，佢质素好高，佢汗到劲脆。冲浪都是前一晚才决定和预订的课程，网上讲话12:00到2:00啦，但其实11:00就已经集合去沙滩了，同时都会讲加啲 precaution 的知识，例如怎样应对离岸流，所以是真的玩足2小时的。个 coach 很耐心，很 nice， 而且还帮我们拍了很多的相作为纪念。另外还有全日课程，有兴趣的话记得来玩一下啦。学完冲浪啦，不过而家已经唔可以除太阳眼镜啦，我个眼线咧用到只眼都黑晒，费事吓亲大家。我头先好叻啊，可以最后可以企到起身啦。今日真系好热好热啊！好彩我哋有搽咗防晒，同埋嗰间公司都很好咯，佢有俾防晒衣我，就都还好。Get food first, food 美食生蚝，耶！好靓啊个天空。麻麻地，始終太少人嚟咧，開得太耐，但係個薯條好好味。個魚都唔錯。你試咗啦？我哋嗌咗一個 grill cod 薯魚。你睇下，炸直篤入味。嗯，好吃喎，龍蝦。佢啲蒜蓉落去咧，好香。呢個係半隻龍蝦，跟住配埋薯條同埋沙律。1299，覺得呢個幾抵食。翻屋企執好咗個人，我哋而家去食牛扒啦。我隻眼咧入曬啲海水，所以勁紅咯，而家好似好慘咁樣。夜晚去咗食牛扒，呢间餐厅要提早成个月 book， 仲要俾埋信用卡资料。如果 no show 而唔提前24小时取消嘅话咧，就要扣50澳纸啊！我哋因为行程改动咧，由听日改到今日，打电话过去都话冇位俾我改，唯有直接 cancel 啦。结果晏昼嘅时候发现网上仲有得 book， 算系好好彩。同埋我以为要着到好靓，点知成间餐厅都系沙滩人字拖，果然系高 cost。头先嗰个好好食啊，觉得佢啲啊。我真的好想好高冷喔，可以跌咗落去呢度咯。讲咧，头先嗰啲扒咧好好食啊！我哋嗌咗一塊 rib fillet， 跟住一塊系 salon rib， 系好有油脂嘅香味，好腍。另一塊咧就比较肉味实正少少咯。跟住两款系各有风味，同埋最重要就系咧佢好浓嘅炭烧味咯。跟住两个都系澳洲牛扒。个甜品我哋食咗 apple crumble。超级热咯，跟住配埋个好冻嘅 vanilla ice cream 咧，真系好正啊！但系咧，我食到中间嗰阵收到 message， 我听日个 diving 又 cancel 咗咯，跟住我就劲唔开心咯，所以我后面咧都食得冇咁专心，就冇咁好食啦。然后，然后啱啱就 book 咗31号 New Year Eve 喺 Sydney dive， 希望一切顺利啦！而家喺 Surfers Paradise 行街，今日星期四啊，而且今日已经系22号啦，今日已经系22号啦，就嚟圣诞，所以超级热闹咯。我做两日喺度可以 hea 下，正。仲有两日可以 hea。呜，听你讲咩啫？
呢个有啲难喎。我哋决定喺酒店游个水，所以轻松出嚟食个早餐。呢一间 Obego 喺酒店揸车过嚟都系几分钟，而且一个非常之热门嘅地方，一早嚟到就已经呼晒啦。上次嚟 Gold Coast 嘅时候已经觉得几好食，所以今次再嚟 Anchor。Southport 嘅一个有嘢食嘅地方，唔知喺边度，但系我哋会嚟食呢一间 Thai Noodle。记得嚟澳洲一定要食多啲东南亚嘅食，因为佢哋会好正宗同埋好好味咯。春卷 fish cake， 呢个系云吞，呢个系当佢天妇罗啦，呢个系鸡。玩咗个公园过嚟放纵，今日系个好轻松嘅日。我陣間喺度玩陣之後咧，就會去做 massage。啱啱做完个 massage 都几舒服咯，我系瞓着咗，但我觉得有少少唔够力，所以都唔系好松到啲 muscle。跟住我哋阵间咧准备去睇一个叫做 Australia Outback 嘅表演，但系而家咧先翻嚟 Surface Paradise 买一个菲律宾香芋雪糕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，之前喺 IG 见到人讲过咧，呢一个系菲律宾超好食嘅雪糕，即系会叫工人姐姐特登带翻香港。自从嗰次之后咧，我就一路都好想食喎，即系咁啱嘅就见到咧。由呢度咧有一间雪糕店咧，系专门卖用佢嚟整一甜品，而家就去买啦。没事啦，唔好挂住影啦。唔系啊，不唔到啊。系咩味噶？香芋味啊。香芋味啊。你唔系食过嘅咩？唔记得咗，偷懒冇食。而家嚟到呢个 Australian Outback。Spectacular， 唔使你教英文啊，我睇唔到啫。七点半要开始嘅，跟住佢六点半就已经可以入去，跟住佢会有啲 pre dinner session 啊，跟住可能啲 live music 啊，可以买啲酒饮咁样。跟住七点，希望我哋冇迟到，唔会俾人赶走啦。Australian Outback 是我们在 Movie World 发现的活动，那游戏原来是可以买到打折的票。它透过话剧、动物、音乐和舞蹈讲述了澳洲内陆沙漠地区发生的故事，整个舞台效果非常之好，一个人都不用港纸500元，包括 3 course meal 和任饮的 cheap cheap 酒，觉得好值得看、最特别是他还每个人都送了一顶牛仔草帽，但 Australian accent 真的有点难明，我听了一段时间最多忍不住问男朋友听不听得明，结果就是原来大家都听不明白。小姐你在做什么？做的，做了
4% 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呢个系咩运动啊？枕头运动啊！大妈操呢个系成身牛油果嘅大妈操。而家多咗3kg，你增几多？64kg。多了啊，做得64，你做得咁耐嘅枕头运动先生，你最后一个做咩嘢？